创意糕点昂咕桂是用静思谷粉制作，吉祥月推广书时，林年黄夫妇带着两个孙女前来见证吃素的好处。吃素实际上身体嘛真健康，体力嘛无问题啊。我咱看牛，伊嘛是吃草啊，像遐大只嘛是拢是吃草啊，吃植物啊。孙女从出生六个月起就由阿嬷一手带大，现在是同侪之间的健康儿童。我就用那个我们的五谷粉啊，都泡做当做那个牛奶这样子，不吃奶啊，就是每天都用五谷粉泡给他喝，啊，结果发现他很健康。吃素有益身体健康，又能救地球。动物也跟我们一样是有生命的，那我也不忍心吃它嘛，那自然而然我们吃素就觉得很正常。每个人都付出一点，那这个地球真的会不一样。有办活动，还有推广，会有一点一点一点的改变，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社会推广。吉祥月祈福活动别出心裁的小米袋取名为聚福袋，上面还有国画家手绘图案。会众带回家取出平安米之后，聚福袋可以代替竹筒存钱行善，慈济人文走入社区。会持续的来关注的静思语来研读，然后来去追随上人的脚步，看着他的榜样持续的前进，然后变得更像上人的那个气质。众人善念汇聚起来，就是社会安定的力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丽娟、高玉泉、陈觉飞，中部综合报道。